那就我吧。我绝对是这个人，永远只有他。是这位朋友，那就是我了。就是经常性的能在片场听到他的鬼吼鬼叫声。应该是他，应该是他。我是跟我粉丝学的，我澄清一下，我在剧组讲了很多土味情话。没关系。他经常刷一些那种土味视频。没关系。全体，噔噔噔噔。